怎么着啊？不是，咱挑一个情节表演呀、啊。啊，那我挑吧，看谁演的好啊。行，那我挑一个啊。咱们挑这个头一回吧。什么呀？猴王初问世。这怎么演呀、啊？这好演呀、啊！啊，你演猴啊，我演石头。是，我抱着你，你把我挣脱开了，往观众席那儿蹦、空中转体三周半，躯体抱膝，马赛回旋时来大亮相。那个，其实你刚才说那动作，我完全能来得了，你明白吗？是吗？但是我怕我蹦过去，观众受伤。你们都闪开，让他蹦啊！别，所以这个咱就不演了。咱就换一个，为什么不？这太闹腾了。哦，太闹了，安静点的。换一不闹的，不闹的，那就大圣闹天宫。你耳朵有火是怎么着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不闹的，不闹的吗？咱找一情节，找什么样的呢？找什么样的？咱找这人物多一点，人物多有对手戏，考验演技的呀。那就只能是这回了。哪回啊？途经女儿国、啊、那咱就演这个吧。来吧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、说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上跋山涉水去西天取经，但是女儿国国王对唐僧是一见钟情，唐僧是出家之人，不贪恋他的美貌与荣华。在这时候猪八戒过来了，让俺老猪也洗洗吧，国王你看我怎么样、啊、行了行了，我没你像。对，什么叫没我像啊？没你演的像。不对，这没有猪八戒什么事儿，别演这个了啊。你不就演这个吗？就是女儿国这一段。演女儿国，咱演这个最精彩的哪段？提亲这段。那咱们区分一下人物吧。那我先选。你选吧。我选这个英俊的唐僧、哎、那我来这美丽的国王。来不了，来不了。这样、咱都根据自身情况选一选，行不行？那咱们先说说都有谁啊？都有谁？有这个唐僧啊，有孙悟空，是，有猪八戒，有沙僧啊，有军师哦，和全体的女儿国子民，那么多呢？对，那分配一下角色啊，那我先挑，你挑吧。我想演唐僧哦，演孙悟空哦，演军师哦，你演沙僧、猪八戒和全体的女儿国子民。啊，那我可够热闹的。我你看你演的多、啊、那没问题、体现你的演技。咱直接开始。那咱们开始。军师先说话啊。玉帝爷爷，此乃西凉女国，国中从无男子，今日贵客降临，本军师特意为我主求亲来了。求亲？师傅管了半天御花园，这亲是什么？胡言乱语，贫僧乃是出家之人，岂有还俗之理？不知军师求的是何亲呢？我主愿以托国之父招您为父。没我呀、此事万万不可，大丈夫遇事不要错失良机。说词儿，说词儿啊！到我了，到你了，到你了。谁的词儿？沙僧的词儿。沙僧的词。快！大师兄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。不是这句。大师兄、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，不是这句。大师兄，我被妖怪抓走了。你走吧，我妈不让我跟你玩。沙僧不就这些词儿吗？你给观众带来了多大的误区？人家词儿多着呢。什么误区啊？你听着啊，人家这有一大段台词呢。沙僧的大段台词。沙僧这会儿就说了，怎么说的？军师啊，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，他不爱你倾国之荣，也不爱你托国之父。俺老沙也是忠厚之人，你快去上奏国王，早些发放通关文牒，好打发我们西去取经。记住了吗？这么多呢？记不住啊？记得住，这能记不住吗？那我再接一句啊。来吧，来吧。大丈夫遇事不要错失良机。那个。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果，你等会儿吧，你师父嗓子还不好。去火他啊！罗汉，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，他不喜欢你长得倍儿漂亮，也不喜欢你倍儿有钱，我老沙倒是个忠厚之人，你看我怎么样啊？你要篡位是怎么着、啊？我这临时发挥，我这是。这儿不能发挥。啊、不能发挥，然后没有这句往下说。啊、那个，你快去，快上去揍国王。我揍你。不是你快揍国。我揍你，你快去上揍国王。这不一样吗？就是你快去跟国王说一声，给我们换通关文牒，然后我们西天取经，我们就走了。我们谢谢啊。
这怎么那么水呀、啊？接地气，我这个人发挥了，赶紧接词儿，接词儿，接词儿。师傅，一安老孙之见，还要留下为好。师傅，大师兄说的对啊，一派胡言！我若贪图富贵，谁去那西天取经？大师兄，师傅说的对啊，可以留下你那三个徒弟西去取经吗？师傅，军师说的对啊，不行，绝对不可以的。大师兄，师傅说的对啊，你对什么呀？对，你就会说对对对对，一点立场都没有，你这个沙僧。不是你这不讲究了啊？怎么了？怎么说话呢？好吗？各位观众评评理啊。给我分配的什么角色？什么角色？一个猪八戒。嗯，现在还没出来呢。全体女儿国子民也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就一沙僧给我一男五号，我哪儿说理去？我哪儿发挥去？让我、哎、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沙僧怎么男五号？师徒四人，那马就不算了吗？哦，对，还有一马。那马的戏份都比我这沙僧词儿多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你想怎么着？我要我说啊，嗯、我得演主角。你想演谁？我得演孙悟空。你也想演孙悟空？哎，男一号。那你不能演那电视剧里的孙悟空了。那怎么意思？你得演这个你心目当中的孙悟空。哦，你得把孙悟空500年前的风采，500年后受的屈辱，就这取经一桩桩一件件所有糟心的事都演出来，让我发挥了。对，这让你发挥了。我这一发挥告诉你，唐僧都接不下词儿来。不可能，你来。嘿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唐僧，就是因为你害得我西天取经，要不然我在我的花果山当山大王，那岂不痛快？嘿，别以为你就会念个紧箍咒，俺老孙就怕你。哎，吃俺老孙一棒，你唐僧还有什么词儿接？唐僧没说话。对了，沙僧过来了。师傅，大师兄说的对呀、啊。你别说了你。